还是两下。来来来，恭喜一个得主是。这是来自台北市信义区的麦素英。头奖摄像机有一位台北市民奖得到，另外也有平板电脑、导航机、顶丰富的大奖，陆续在今仔日的活动中用电脑随机抽出。这摆抽奖活动主要是为着感谢全国民众在玉山参加新世界七大基竞选八过程中上网络投票支持玉山。在四年来参与我们票投玉山，他们很认真在帮我们玉山推广这个玉山进入世界奇景了，所以我们就办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活动，希望抽出就是鼓励大家上网投票，也给他们一点小小的纪念品。根据主办单位统计，为期四年的新世界七大基竞选拔，玉山在网络投票部分总共得到大约500,000张选票，国内电话投票部分也有225,000票，只可惜最后还是无法度入选。比较入选的地点，虽然个人大力支持，但是政府支持度无够，民间力量欠缺组织，成为最后失败关键。他们呢、会上去有一个共同特色，就是呢，他们这个政府的最高领导带头冲票，哦，抢新闻、上电视，是吧？这样的话呢，就动起来。在台湾呢、我们玉山呢、就是缺乏民间的组织在后面呢、做有力的推动。玉管处表示，玉山虽然无阿多入选新世界七大基竞，但伫国人的支持下，已经达成让世界看到台湾、认识玉山的基本目标。就像日本人对富士山的连结，所以我们这次成功的把玉山台湾连结在一起，所以我们大概估计有1-2亿的世界的公民参加投票。那经过这一次，那我想全世界的公民都认识了台湾，也认识了玉山。玉管处强调，虽然无入选，但玉山的壮观秀丽、丰富的生态资源已经受到国际肯定。未来玉管处依然会继续努力，让台湾的玉山成为世界各国民众希望前来欣赏的世界奇景。记者王昭成采访报道。